6月7日，张子琳又晒出一张自己舞蹈训练的照片，这次使网友对于张子琳的大长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因为在照片中，张子琳正在披一字马，令人震惊的是，张子琳的脚尖居然可以直接抵到屋顶上，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效果，让人猛地一下觉得这个屋顶太矮了。之前张子琳在微博晒出一组家中装饰的九宫格美照，虽然是豪宅，但是张子琳家中室内装修却是时尚简约风，处处充满了主人的高级审美，很多地方也是饱藏着很多小心思，充满家的温馨。在满屋缤纷的色彩中，卧室床头的一幅画也是格外引人瞩目，简单的线条勾勒出热恋中的男女正在热吻，一如简单的生活平凡中孕育着最炽热的爱情。而作为女儿的卧室则是处处充满了甜蜜和温馨，一个小兔兔的粉色座椅，色彩斑斓的地毯，尤其是床上那个小毛驴造型的毯子，处处充满了妈妈对女儿最用心的爱。